活动现场还有一位惊喜的来宾，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他是，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金至尊珠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徐凯，欢迎凯凯。欢迎凯凯的到来，也希望在徐凯的陪伴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连新玛特和金至尊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正如大家所见，我们的金至尊珠宝品牌正以年轻活跃的姿态在珠宝行业崭露头角，目前在我们的中国内地港澳地区以及海内外市场共开设了近300家的门店。我们以独特的魅力 3DG 的尊享服务理念得到了非常多的大众消费认可以及名人明星的喜爱。那这一次呢，我们在大连新玛特店进行新店开业，也是以品牌全新的期待形象和各位见面，崭新的设计，时尚的风格，希望在金至尊的陪伴下始终为您提供舒适优质的购物体验。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金至尊珠宝品牌执行董事兼营运总裁张雅玲女士上台，为我们分享品牌更多的精彩资讯。各位来宾，大象集团的领导，媒体朋友，大家好，本人代表品牌欢迎大家来到大连新玛特店开业活动。今天谢谢，今天集团很开心能邀请到了我们全球品牌代言人徐凯先生来到我们的活动支持我们。最后我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人的出席，也再感谢大象集团对我们品牌的支持，谢谢。谢谢，把掌声送给张雅玲女士，感谢您的精彩分享。也正如张亚玲女士特别提到的，要特别感谢我们大商集团的特别支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举办也离不开大商集团对金至尊品牌的大力支持。让我们掌声欢迎出大商集团大连新玛特总经理李建峰先生上台致辞，有请。尊敬的王晓阳董事，尊敬的张亚玲总裁，以及我们金至尊各位伙伴，现场我最亲爱的大连新玛特的顾客朋友们，徐凯先生及徐凯先生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莅临大商集团大连新玛特金至尊产品体验空间落成仪式的现场，与我们共同开启今天下午的非常浪漫的午后时光。正如大家所知，金至尊珠宝是来自中国香港的著名珠宝品牌，产品设计工艺精美，品质上乘，是高端时尚珠宝的代表，是新潮高圈层人士的首选珠宝品牌，更是我们大商集团大连新玛特购物中心广场非常重要的高品质合作伙伴之一。本次以金至尊珠宝全新的产品体验空间落地大连新玛特的契机，我们特别为现场各位金至尊和新玛特最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打造了这一次与金至尊品牌代言人徐凯先生见面的机会，希望能为在座的各位留下美好的回忆。最后再次向各位好朋友们送上我们大连新玛特最深深的祝福，同时预祝金至尊品牌今日横空，生意兴隆，谢谢。谢谢，谢谢李建峰先生的精彩发言，也请您留步。我们也同样感谢张亚玲女士还有李建峰先生两位领导的致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重磅环节，新店开业的启动仪式，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领导嘉宾移步舞台，让我们欢迎六福集团执行董事兼营运总裁金至尊珠宝执行董事王巧阳女士，金至尊珠宝品牌执行董事兼营运总裁张晓玲女士，让我们欢迎张亚玲女士上台。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欢迎大商集团用品集群总裁张生启先生，大商集团用品集群副总裁梁特女士，金至尊珠宝品牌业务总监刘建业先生，金至尊珠宝品牌业务顾问陈荣发先生，金至尊珠宝品牌业务副总监孙燕女士，
金至尊珠宝品牌事务传讯副总监沈宁女士，金至尊珠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徐凯先生，欢迎各位。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各位嘉宾送上我们的丝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各位一同见证我们金至尊品牌大连新马特店的落成仪式。首先，我们请各位嘉宾把手轻轻地放在丝带的上方，请各位嘉宾往中间靠拢一些。我们看向中间的摄影老师，我们来拍一张合照。3、2、1，让我们一同定格和记录这一重要的瞬间。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别出心裁的启动仪式。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中间准备了一个特别的金至尊沙漏，象征着一切已准备就绪，未来的精彩缓缓加载。我们一会儿在三声倒数之后，请各位嘉宾帮我们把丝带向两侧拉扯，我们金至尊的珠宝球会缓缓降落，示意着金至尊珠宝大连新马特店开业，接起新的篇章。亲爱的朋友们，全场的阿拉颂们，让我们一起倒数3、2、1，请揭幕。缤纷彩球落下，浪漫正在开启。让我们祝愿金至尊珠宝大连新马特店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好，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向中间靠拢，我们再来拍一张合照。好，我们看向中间的摄影老师。3、2、1，我们再来一张，让镜头记录下浪漫的瞬间，未来也希望我们一同今生耀目，美好启程。比个心，是的，这么闪耀的时刻当然有美酒的见证，请我们的李小姐送上象征着满满祝福的香槟，让我们一起举杯庆祝。缤纷的彩球，闪耀的美酒，浪漫正在和金至尊缓缓启动，也希望有我们的全球品牌代言人凯凯的陪伴，大家可以开启新的篇章。我们先举起酒杯，3、2、1，拍一张合照好不好？来，3、2、1，让我们共同举杯庆祝 ，Cheers！ 谢谢，每一杯的香槟里都象征着和蕴含着大家对金至尊珠宝的祝福和期许。也有请我们各位领导和嘉宾可以干杯，祝福。谢谢，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入座稍事休息。与此同时，我们也请金至尊品牌全球代言人徐凯先生稍事留步，我们送上一支麦克风。见到凯凯你们开心吗？谢谢谢谢谢谢。这样，我们先请凯凯跟大连的阿拉颂们打个招呼。大连的阿拉颂们，还有粉丝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凯凯是第一次来大连吗？是的，真的是第一次来大连。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激动，也感受到了大连粉丝们的热情。对，所以大连的朋友们，让凯凯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好不好？其实凯凯的新戏刚杀青不久嘛，那这次来大连有机会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啊，或者去海边溜达一下吗？其实比较赶，就是我是昨天到的，那么到了之后就直接到了酒店试衣服，试完衣服就准备今天的这个活动了。对对对，但是我下次一定会就是私人行程来大连好好吃一顿玩一顿，
品尝一下大连的海鲜，在海边溜达溜达，也希望凯凯可以多来大连跟我们见面，好不好？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代言人徐凯也会一起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浪漫的下午茶。其实，在今年啊，凯凯，我们跟大家一起度过了520，你还记得吗？记得，当然的。是的，其实时间刚刚过去不久，在那一场活动上，凯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今年的夏天就是跟大家一起度过了情迷金世的羽毛雨的浪漫，那么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次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金至尊珠宝，然后大连新玛特店的开业盛典，所以我也是非常的激动与高兴。还有就是我从大连一落地的时候，然后闻到了海风中有一股甜味，就像我们今天的活动一样，就是非常的可可爱爱啊，然后又甜蜜浪漫，对不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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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不知道这个大连海风中的甜味是不是因为徐凯来了呢？你们觉得呢？好的，我们也期待凯凯陪伴我们度过更多的愉快时光啊！在那一场活动中，我们种草了这个羽毛的金饰，情迷金饰系列。对，大家还记得那张撑伞落羽毛的神图吗？是不是特别帅？那今天我们能不能看凯凯跟我们的金至尊创造新的传播的热点，好不好？大家多多关注，也帮助我们多多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在我们的下午茶的派对要跟凯凯介绍一下，我们很多很多在现场以及线上的阿拉索们都收到了凯凯的邀约。是，凯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这场珠宝的下午茶派对会有什么样的亮点，或者你想分享的？其实这个下午茶派对要从一个汉堡说起来。那么你们知道吗？对，我的粉丝朋友们应该都了解到，就是咱们的金至尊露露爱系列里面有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金珠汉堡。嗯，是的。对，那么今天我也带了一个系列的新品，哎，就是给我们看一下我们露露爱系列可以任意 DIY 自由搭配的一个手串。是的，是的。凯凯其实已经把我们的新品给大家小小的曝光了一下，是我们全新的这个字母系列。对的，而且这个字母是可以随意搭配的。我们先不给大家看凯凯上面的这个字母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来揭晓。好不 好？那在我们的这个汉堡金珠其实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在凯凯佩戴了之后。对啊，在看到这个汉堡金珠，你会觉得哇，黄金被金至尊品牌做得这么可爱，它可以跟食物、跟字母、跟各种有趣的元素进行结合。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在的这个下午茶派对的空间，就是我们露露爱系列全新的 DIY 巧趣体验空间，以甜品的风格进行了创意的设计，跟我们凯凯新出的那个广告片也是一样的主题。是的，你们有看凯凯的金至尊的广告片吗？是不是特别可爱？那也邀请各位在活动结束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DIY 趣味体验空间进行跟凯凯相同的同款定制，好不好？好的，像露露爱这个系列就是凯凯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 DIY 的组合定制，其实很多的阿拉颂们也非常非常的有心得，他们也想参与进来，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品牌也特别给凯凯准备了一个露露爱的定制扭蛋机，来给凯凯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超大型的扭蛋机。对的，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凯凯送上一些牌牌，我们请礼仪人员帮我们拿上这个。这个是钥匙这么大。好，这个是一会儿扭蛋的那个钥匙。哦，然后请凯凯来到这边。好的，然后凯凯呢可以随意将我们的这个圆珠投入我们的扭蛋机当中。一会儿呢我们在投入的这些金珠中随机的扭蛋转出我们的实物金珠。那这些金珠呢，因为代言人来了嘛，而且凯凯也是非常宠粉的，所以凯凯转出的五个金至尊的珠宝金珠，这些黄金都会送给我们的阿拉颂们。你们想要吗？好的，那么这一份礼物呢，也是徐凯和我们的金至尊露露爱系列的金珠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我们一共会送出五份。首先在玩扭蛋机之前啊，先跟凯凯聊一下，你知道露露爱系列有哪些金珠吗？其实咱们露露爱系列真的有是有很多款很多款的金珠，那么各种设计的风格都有。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拍广告的时候，
那么我自己在趁大家还在准备灯光啊准备摄影的时候，我自己就 DIY 了一串手串。那会儿已经 DIY 了？对对对对对、啊、因为很好玩，它其实就是自己拼啊，自己怎么叠加。对，是，而且这个创作出来的手串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是的是的，你可以设计专属于自己或者是想送给身边亲朋好友美好祝福的金珠。其实在凯凯的广告片拍摄之后，我就种草了一个，我特别喜欢你的那个亥珠的金珠啊，金色的，就是金、黄金的那个亥珠，黄金的亥珠，也是你的生肖嘛，肥肥胖胖的。对对对对对，就会觉得特别可爱，把黄金和这些有意思的生肖元素进行了 DIY 和组合，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体验我们的黄金。那么除了分享的生肖系列啊，包括我们的 DIY 字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的系列，就是黄金搭配三件套，你还记得吗？对，那是我的最爱之一，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个性，非常有一个有趣，然后又有幽默，然后又不失时尚的一个风格。它那个三件套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汉堡、薯条、可乐。对，我觉得就是很可爱。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年轻人带出去啊，就是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对对，而且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黄金了，黄金也越来越年轻化了，当这些可爱的元素加载在黄金这个载体上，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没错，也特别趣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请凯凯来帮我们投入这个扭蛋机了，好不好？好，凯凯可以将我们的这些不同的金珠圆盘投入到扭蛋机当中。好，哇，这个好高啊。嗯，所以不是代言的话可能还投不进去，得垫着脚投。好，哎，这有个我头像，有一个凯凯的头像，需要把凯凯的形象做成我们金至尊的黄金吗？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这个其实是一个隐藏款。哦，我自己是不是？对，但你投进去不算，因为凯凯你投进去之后一会儿赚不出来，就没抽中隐藏款。哦，但如果凯凯投进去也赚出了许凯的头像，就把凯凯这个隐藏款送给你们，好不好？好，好。哎，那汉堡，汉堡，汉堡金珠。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好。哦，还有我的。而且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扭蛋机特别特别的直白简单。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金至尊珠宝相对于我们的凯凯和我们的阿拉颂的一份简单直白的祝福。对，我第几个了？可以再投两个。哦，再投两个。因为凯凯，你看它这个下半部分是看不见的，你再投几个，它就会慢慢浮上来了。哦。所以每次下来的金珠，你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好的。哎哎哎哎哎，好。好的。OK， 好了。OK。凯凯已经把我们的圆盘金珠投入到我们的金至尊扭蛋机当中了，接下来请凯凯来到我们的礼仪人员边上。好的，哎，开始扭蛋。辛苦辛苦，往左还是往右啊？哦，一共扭出五个金珠圆盘。好，第一个已经出来了，我们请凯凯帮我们展示一下。哦，不是，哦，是我扭反吗？没有吧？哦，是这样。哦，懂了。我们来看看凯凯第一个抽到的是什么？皇冠，你们想要吗？ 好，我们第一个就收获了皇冠金珠。接下来请凯凯继续转动扭蛋机，我们看看第二个金珠是什么呢？我要挑一个啊！哎哎哎哎哎哎啊！哎，薯条的是吧？可乐可乐，可乐，怎么会有一根薯条？可乐金珠，可乐可乐可乐。好， 好，这是第二个。哦，你们想要哪个？不行啊，那是我自己的。我们一会儿讨好一下代言人，看愿不愿意把他的隐藏款送给你们。这个是薯条，薯条金珠。好，好，薯条金珠 get 了，收入囊中。我们来看第四个。好。怎么还没有许凯的头像？你们说？哎，好，这个是快乐星球金珠。对的啊，快乐星球金珠我们也收获了，这个也特别好看，实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许凯的在哪里？我看到了，但我不拿。不行不行，得拿。哎，那我就两个一起了。哇，
这一下开了两个，嗯，所以又开了一个皇冠金珠，又开了一个凯凯的头像，你们想要吗？好，刚才凯凯其实给大家小小的卖了个关子，因为这个呢就是凯凯准备给大家的隐藏福利款，我们请凯凯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那么这么突然，那我直接介绍了，就这个隐藏福利款其实是属于阿拉索们就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款式吧，就像大家看到我的手串上面，其实就是凯凯手上戴着的这个手串，对，但是字母反了，我得把它倒一下。你们猜是什么字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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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是一个阿拉索的一个金手串，但是它那一面是很漂亮的，另一面是金色，另一面是彩色的。什么？什么？对，就是这个。是的。这个呢就是凯凯给大家准备的隐藏福利款，上面是你们的名字，阿拉索们你们想要吗？那今天凯凯决定宠粉到底，所以这条阿拉索的手链也会送给大家，让我们共同期待。它是一整串由阿拉索字母组成的黄金手串，也是我们金至尊珠宝品牌的新品巧趣字母。那这个系列呢也是我们露露爱系列的新品，有26个字母可以自由的 DIY， 怎么搭配都很好看。那么这一条凯凯亲自搭配的阿拉索黄金手链，你们想要吗？代言人说了，宠粉要到底，所以凯凯继续加码。刚才抽中的6个手链都送给你们，好不好？七个，还有我手上这个。手上这个也送了，一共7条。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包装小礼盒。凯凯会签上自己的亲笔签名送给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想要吗？一会儿告诉你们怎么参与好不好？每一个我们露露爱系列的这个黄金礼盒上都有凯凯我们全球代言人的签名，还有凯凯自己定制的阿拉索手链，或者是像汉堡金珠啊、快乐星球啊、金珠啊，随单送给大家。每一份的礼物也象征着美好的祝愿，像刚才凯凯用的这个扭蛋机，我们的品牌也正在准备迷你版的周边，大家可以随时到门店咨询了解获取方式。也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获得凯凯送给大家的这个黄金手串呢？我们后续会通过金至尊珠宝的官方小红书账号以抽奖的形式送给阿拉索们，所以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先打开小红书，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至尊官方店铺，好不好？对的。好，有人说，那凯凯如果没抽到我，那我不就是错过这条阿拉索手链吗？我很遗憾，我也想要，怎么办？没有关系，送我们专属的福利。如果你们选购字母组合为阿拉索或者 SOSO， 就可以解锁更多特别的折扣哦。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一会儿活动结束之后可以来线下体验。送上一个签名的礼盒，请凯凯拿着签名礼盒还有我们的阿拉索手串来拍一张代言人的合照。好，我们看中间的摄像老师。我们金至尊的代言人帅不帅？你们买黄金要不要选金至尊？谢谢。好，我们看中间再来一张。好，谢谢凯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今天除了有很多很多的阿拉索们现场来到了现场之外，我们金至尊也一路陪伴凯凯的成长。我们今天也邀请了几位特别的朋友，他们既是阿拉索也是我们金至尊珠宝的 VIP 至美会员，和我们一起陪伴着凯凯的每一天，也在珠宝饰品的见证下见证自己的每一次闪光。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跟凯凯介绍一下，最远的是从泰国赶来的，
喜欢凯凯非常多年，也陪伴凯凯很多年。我们请各位来到舞台上，跟我们的代言人徐凯拍一张大合照。你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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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相信各位也有了解到，我们的金至尊珠宝的泰国门店也即将开业，受到了当地的消费者的强烈关注和喜爱。未来品牌呢也会继续开拓海外市场，和凯凯一起携手开启更多的璀璨之旅。好，我们往中间靠拢一下，我们看中间的老师。没关系，没关系。好，三、二、一。谢谢，谢谢我们几位阿拉索以及我们的金至尊 VIP 智美会员们，感谢你们一如既往对凯凯和金至尊的支持，谢谢你们。好，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下午茶派对的尾声，我们给一点点时间给凯凯，有什么话跟到场的以及线上的阿拉索们说的。首先非常感谢，就是这一次机会能够来到大连见到这么多阿拉索跟粉丝们，那么谢谢你们一直以来支持，然后对，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可爱，越来别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下次还会再来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也要在许凯的陪伴下成为更好的自己，好不好？比心也要传递给凯凯，好不容易有几天休息的时间调整一下，对，如果有新的工作消息随时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当然当然，一定的。那么接下来呢，徐凯也会跟我们现场所有的伙伴和阿拉索们来拍一张大合照，我们把时间交给各位，请凯凯来到我们的舞台下方。好的，好，我们再来一张，我们看中间的老师，来，看这里，好，大家可以挥挥手，我们录个视频，谢谢各位对凯凯和金至尊的支持。好，我们再来一张大合照，看这里。哎，三、二、一，好，再来一张，三、二、一，谢谢。谢谢凯凯的到来，也谢谢金至尊和凯凯一起创造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也希望稍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露露爱系列全新的 DIY 巧趣体验空间进行体验打卡，跟随凯凯的脚步，在我们的金至尊珠宝门店里体验凯凯同款的露露爱系列新品，大家可以前往选购解锁阿拉索专属折扣，领取徐凯限量周边。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代言人徐凯来到大连和我们的金至尊的好朋友们见面，谢谢凯凯的到来，也感谢所有阿拉索们的参与以及对品牌的大力支持。到这里，金至尊珠宝许你可爱大连新玛特店开业庆典圆满成功，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